后恭喜《甄嬛传》的风靡全国，使主演孙俪的人气飙升到新的巅峰。但她本人则更希望可以暂时告别小组的光环，拓展更宽的戏路。歇业25个月后，她选定电视剧《辣妈正传》作为打响复工的第一枪。该剧除孙俪外，还集结了张译、吴君梅、明道、朱茵、翁虹等众位明星，分外亮眼。剧中造型也按照时尚大片的要求配置，热裤、黑丝、小高跟通通杀上阵来。无论戏里人物生活怎样慌乱，第二天毕竟新装出镜。其中孙俪饰演的夏冰是一位时尚火辣的夜店咖，意外怀孕后依然坚持自己的 style， 在生活的压力下逐步成长为超级辣妈。对于戏里戏外相似的经历，孙俪也表示绝对不能让孩子成为一个女人的分水岭。这厢妻子人气旺，远处邓超档期满，敢问你们夫妻就是要称霸武林吗？优酷娱乐播报，整理报道。经典汇聚，口碑之作，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。